上，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冬天已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眼看梅花吐蕊，漫漫长夜过去，听到一声惊啼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经过多少困难，历经多少磨练，多少心儿盼望，盼望传递消息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